法国当地时间5月21日晚间，李宇春走上烛光背后的首映红毯。李宇春当晚着一身新红色真丝雪纺拖裙夹克，晚装胸口是层层叠叠的荷叶，下半身则是由窄到宽变得尖而细长的裤脚，并配有卷曲的后摆长长的拖在身后。李宇春仍然保持了一贯的淡然性格，出发前就曾表示不会刻意选择裙装，会穿出自己的风格。And this is the fourth time since 2008 that Cancun Festival managed to film China Movie Channel and Shanghai's International